那来先看陈江河这个打击面对菲利普，这个球投手没有接到，在后头二垒手接到，起身之后垫两步再传一垒，还是来得及刺杀出局。哇 ，nice play！ 哇，两个精彩的守备啊，挡住了兄弟上队在九局下半的反攻。我今天看守备就看得非常的精彩。哇，所以这一段时间蓝米狗真的是气势非常的旺，也是团队的一个努力所创造出来的。哇，这个球硬是被郭彦文给拦住。郭彦文事实上今天在拦张明彦的那个代打的内野安打，其实也很关键。如果没有挡在内野的附近呢，现在应该是平手。